天鹅湖畔，合肥的标志性背景之一。城市的不断扩展，使越来越多的人向这里聚集。交通的日渐便利，逐渐让这里从一片荒郊野地，转变为最繁华、最富有生机的地方。尽管人流密集，老城区的喧闹嘈杂在这里依然难觅踪影，生活在这里平静而忙碌地进行。合肥八中1956年建校，搬迁新校址后，每年有2000余名学生涌入八中的校门。随着联合招生规模的扩大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。因为距离市中心较远，大多数学生选择了住校的生活。清新优美的校园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，5人1间的小屋子宿舍在这里充当了家的角色，而食堂则成了学生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。清晨6点半，起床的哨声陆续吹响。夏天的白昼在这里可以达到14个小时。学校的时间安排十分紧张，洗漱整理之后，留下的早餐时间已经不到20分钟。厨师们连夜加工，能量全部汇聚，得以让学生获得一上午的充沛精力。简洁的一餐之后，一天长达11个小时的学习即将开始。对学生们来说，这是一场脑力与体力的双重挑战。售卖间里，王东厚依然在40度的高温下忙碌。2010年，他和妻子来到八中。黑龙江的黑土地赋予了手艺，也孕育了他开朗的性格。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“胖叔”。东北菜系口味咸重，为了迎合江淮人的口味，王东厚精心研究了改良的方案。掌勺7年的他，凭借一道不倒的东北家乡菜，赢得了学生的胃口。因为我是东北，因为东北的有一道，就是说在全国性当中有一道，最拿手的，就是说最好吃的菜，就是东北的一道锅包肉。可能我来到这边之后吧，我就也可能是一道锅包肉啊，就一直在做一道菜。
今天经理决定亲自上阵，制作一种古老的食物。蒸熟的糯米和酒曲混合，充分搅拌，淀粉被曲霉水解为葡萄糖，甜味被释放出来，盘风发酵，糖分转化为酒精，中国人称为酒酿。现在只需要利用自然的力量，生物作用下的转化大约需要两天两夜，现在终于到了开封的时刻。发酵是人类最精妙的食品制作工艺，正是先人们不断的探索，如此的美食才得以丰富人们的味觉。然而，如此耗时耗力的食物，学生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品尝。在厨房的另一边，机器和风道开始轰鸣，这座每天供养3000名学生的超级炉灶开始全速运转。从上午9点开始，厨师们一直要忙碌到正午时分。明亮而整洁的厨房里，一幕奇观正在上演。半小时的午餐时间，往往是食堂里最热闹的时节。然而半小时之后，这里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。午休只有短暂的1个小时，大部分学生选择休息，也有个别人抓紧时间放弃睡眠，虽然有时可能会带来一下午的困倦。
宿舍楼紧邻着铁路，车辆日夜不停地经过，校园的静谧和城市的喧嚣在这里悄然相依。怀揣着数千人梦想的小小土地，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恬静。然而，一天的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半。接下来，一场时间和精力的持久战即将开始。不同的学习效率，造就了学生的不同层次。过完这一天，离高考已经不足一年。在中国，这是每个学子必须经历的坎坷道路。畅想、追问、行动，每一个八中学子用青春和汗水默默地践行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王师傅终于可以卸下工装回家休息。每天给学生带来舌尖上的慰藉，愉悦和充实填满心头。按平时来讲吧，还好，就是每年送走毕业生的时候啊，有诸多感慨的，因为每年学生啊，一考走了之后啊，他们有回来的，有想我的，也有想我的菜的，最起码他们能想到胖叔还在八中，看看胖叔还在不在。我感觉对我这一点，我就感觉到我挺成功。虽然疲惫，但与食物和学生之间的情结，在每个食堂人的心中都难以割舍。不论走到哪里，总有一种味道每日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，认清明天的去向，不忘昨日的来处。静谧的夜空，地面上昏明的灯光，依稀可见的星斗照耀着这片宁静的城市。这里是每个八中人心中最美的地方。三年的生活决定了今后的茫茫命运。知识的魅力和食物一样，吸引着这些虔诚的追随者。这是每个人心中最美的事业，梦想于此，近在咫尺，美在心间，路在眼前。